荔枝角四小龙是很多人的心头号，交通完善，屋苑配套设备多。不过讲到三房单位供应给换楼客，当然首推宏景台。2003年入伙的宏景台发展商是长江实业，由七座物业组成屋苑，提供2528个单位，物业呈 U 型，两房单位占七成，其余单位是三房连套房，是四小龙之中提供最多大码单位的屋苑。由屋苑行落港铁荔枝角站，全程有上盖遮头，行到港铁站只是大约十分钟。不想搭港铁，可以去翻长沙环道和荔枝角道，有大量巴士和小巴选择，总有一条线啱你。宏景台连接星月居、雨晴轩商场，自成一个独立生活圈，为四小龙住户提供不同服务，有大型超市、连锁快餐店，行过两步亦都有日式百货，基本上生活可以不假外求，满足基本需要。行天桥过海丽村亦都有不少民生商店，又或者可以去附近以创意文化产业为主题的 D2 Place 亦都有更多选择。想做运动或者同小朋友去公园玩，荔枝角公园有齐全部设施。另外附近亦都有泳池和运动场，适合一家大细和喜欢跑步人士使用。至于校网方面，屋苑属于小学40校网，好似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、荔枝角天主教小学和深水埗官立小学。中学属于深水埗区，有德贞女子中学、历史悠久的英华书院、圣玛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等等，都是区内热门名校之选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